面露福相，一看就是上的厅堂型。可是不是我内心。pass。宣发那边开过会了吧？一定要跟赞助商核实清楚，产品露出的诉求标准要准确。对，时长这一块没得商量，细节上你跟小马核实一下。 不好意思，有点小忙。没事，你要。啊，我接个电话。没事。喂，你跟他们讲，这不可能。已经3次聊到这个了，我不想再听到这些。气质这一块，你必须给我拿捏的死死的。好了，我在忙，15分钟之内不要再给我打电话。 您继续。不好意思，听介绍人说你是人力总监。啊，对。你呢？是新媒体工作是吧？对。挺忙的。习惯了。听说人力总监年薪百万。听谁说的？哎，这么好的公司还招不招人啊？哦，信息有点不对称。 啊，不过没关系，我不介意男生薪水比我低。我也不介意。啊。你有独立住房，和父母分开的那种。2室2厅。具体位置？徐家汇。有房贷吗？一半。婚前全部解决掉。哦。2室2厅肯定是不够的。 你卖掉之后，我出一部分钱换成4室2厅，我们共同所有。我父母会过来带小孩，还有一个上大学的弟弟偶尔过来住。嗯。至于过年，一家一年很公平吧？公平。哦，对了，既然你是人力总监，安排个工作没问题吧？我指我弟。啊。 急功近利型 ，pass。 你要不要喝点什么？咖啡会使大脑中枢神经特别兴奋，影响睡眠质量。哦，
那喝杯奶茶好吗？奶茶这种垃圾食品是进不了我们家门的。家教严谨。哎，你一看就是那种特别自律的人。啊，谢谢。那要不然我们喝杯水吧，好吗？冰水我也是不喝的。没关系，我们直接进入正题吧。啊。其实呢，我是反对这种相亲模式的。 但是听说您是同济的，觉得可以试试。试试？适婚啊。哦，适婚还得要985、211啊。那当然了，高质量的父母才会有高质量的基因。其实同济，我都觉得有点拖家里人后腿，拉低我们家平均分了。哎呀，差点忘了一件事儿。什么？你说？ 您是正宗同济毕业的吧？专升本可是不行的。哎呀，那我这个进修的恐怕一点机会都没了吧？啊！笑呀，干嘛不笑了？累了，继续笑。哎。 眼泪都要笑出来了，纸巾要吧？讨厌！哎，张杨静，你就算再看不上他们，你不用用这种方式来对抗你妈妈吧？说自己是什么来着？哎，说自己是那个什么？进修，哦，进修，你干嘛呀？你这是？哦，不能笑了，我语文都要笑出来了。别说话啊，我妈。 喂，哪能意思啊？小吃了脑子瓦特了？妈，能听我讲？你有毛病啊！辛辛苦苦读过书，一路死记到富，人家羡慕都羡慕不来的一张响当当的同济毕业证书，脑子瓦特了，这样想自己，这也不好，那也不好。你说你要找什么样的？我就问你到底想找什么样的？那你要问的啊，我跟你说，我要求很简单的，我想找一个正常人，简单。 坦率，每天早上起来我就能想见到的那么一个人。那是人吗？那是人民。哎呀，你不要跟我搞！我跟你说啊，以后这种事情不要叫我了，我肯定不再去了。就跟他干，再会。哎呀，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。但愿我以后不要追着可乐打这样的电话。哎，你家里弄好了没有啊？啊？ 就是你邻居家不是漏水吗？然后哦，本来说好年前就要交工的，后来嘛那个漏水时间一直通不过，一会儿漏，一会儿不漏。哦，哎，那要不我给你找一装修队的？哎呦，不用，特别简单，真的不用。小事情，很小的小事情，我肯定搞得定的。他们就是在搞我，我大概要跟这家人家打官司了。 哎，那个，这个送给你。干嘛突然送我礼物啊？哎呀，不要紧张，不管你借钱，那我就不客气了，谢谢。不客气。就这些，所有的东西一比一，能不能做到？可以，但是我们的预算。 好的，明白了，放心吧。苏墨，不好意思啊，我过去一下，有什么问题，我们一会儿再讨论。麻烦你了，应该我去拿的。没关系，我刚好约的人在这儿谈事情，顺道就给你拿过来了。再说了，这么重要的文件，我妈不拿，那怪得了谁？董事长日理万机的，难免有疏忽的时候。他疏忽就可以，别人要是一疏忽，分分钟就得卷铺盖走人，凭什么呀？ 好了，我不跟你说了，我还要着急开会呢。嗯，你走了。拜拜。嗯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我这学高尔夫球扭着腰了。高尔夫？高尔夫不是中年男人喜欢的东西吗？你怎么？喜不喜欢都得学。我妈逼你去陪客户。
太过分了，这根本不是你工作范围内的事儿啊。不是，是老王他们那些朋友啊，玩都是高端项目，我学也学不会，也就高尔夫还能自己在家练练。为什么一定要学？那总得跟他有个共同爱好吧。爱好爱好，你得喜欢才是爱好啊！你又不喜欢，干嘛跟自己较劲啊？安哥哥逼你的？那倒没有，只是周末出去的时候就我一个人不会，我看着也挺郁闷的。简单，你们约点你擅长做的事儿啊，迁就也是互相的，不能只是你迁就他呀。我啊，我只会打乒乓球。乒乓球。就乒乓球，你就跟他打乒乓球，这样才公平。别闹了你，好，我不跟你说了，我去上班了啊。苏妈，工作永远都不是最重要的，身体最重要。我知道了，谢谢啊。你自己弄行吗？嗯，拜拜。王简现在周末都不回家吃饭了。谈恋爱的人，周末回来才不正常呢。怎么了，安哥哥？我说的不对吗？晚饭后一起散个步。好啊。晚饭吃的不开心啊？没有，想到什么说什么。再说说呗。前一天回来了，而且这次可能要待很久。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那你得直接告诉苏沫。说过一遍的事情，没必要反复强调。女人都是感情的动物，说多少遍都嫌不够。陈一婷一直都没交男朋友，原因是什么？我心里面都是一笔账。你会不知道？那你怎么知道我没说过呢？我的态度很明确。既然如此，那为什么还要让苏沫去认识你那些狐朋狗友？为什么要逼他做他不喜欢做的事儿啊？过了啊，田磊。我知道。可要不是你这个男朋友没做到位，这些话我永远都开不了口。真心话吧，终于说出来了。是安哥哥，从小到大我们有过争论，有过分歧，但我们从来没红过一次脸。我希望这次同样如此。我知道我这个人有时候很无厘头，但我有一点，如果我爱的女人喜欢打乒乓，那不管骑马还是击剑，全都要给我靠后站。什么狗屁贵族运动，在我的眼里面，什么都不是。干嘛一直神神秘秘的，不说带我去哪儿？到了就知道了。
这是你小时候啊最喜欢吃的点心，我让他们特意给你准备的。谢谢姨妈，来尝尝。嗯，姨妈，您试试这茶。好。真香。每年你爸爸送给我的这个茶，我一闻到它呀，连咖啡都想戒了。你要是喜欢，我下次再给您带。嗯，好，谢谢婷婷。不用谢姨妈。哎，我听说前两天你跟王居安去骑马了。只是碰到了，安哥哥没有骑。没骑马？哎，击剑和骑马可是他最喜欢的运动。大概是某人不会骑吧。是苏沫？嗯，其实挺好的。这种事情啊，以后多了，他就会觉得烦。到了那个时候，自然知道你的好了。那安哥哥，要是愿意一直迁就他呢？吃惯了山珍海味，突然吃了顿泡饭，他当然觉得新鲜了。不过你放心，他不会一直吃下去的。因为王居安知道苏沫不会在他身边一直停留，到时候啊，聊什么呢？天明哥回来了。哎，你怎么回来了？我不能回来是吗？那我走吧。哎，小梅，嗯，我新开了一个工作室，你还没看过吧？走，我带你去看看。我刚来。哎，行了，别听我妈在这说闲话。哎，我说什么闲话了？大家瞎子吃汤圆，心里有数。姨妈没说什么，你别替她说话了，走走走走走啊，去吧。那我先走了啊，我下次再来看您。好，姨妈拜拜。嗯，拜拜，婷婷。你们兄妹以后要多聚呀。好。小妹啊，嗯，我问你啊。你真的喜欢安哥哥吗？你说什么呢？我可告诉你，他们俩感情啊非常好，别人是一点机会都没有啊。你觉得他们般配吗？般配啊，他们俩是郎才女貌，郎情妾意。郎什么？你别说话，三个成语是一组，郎。我看你是江郎才尽了。反正我就是这个意思，啊，所以我劝你啊，死了这条心吧，啊，拖得越久，伤得越重。谁说我喜欢他了？我只是把他当哥哥。可是刚才我听我妈那个意思，他误会了吧？可能是我妈跟他说了什么。哦，也是。之前他们就想撮合你和安哥哥，怎么了？到现在还贼心不死。你别这么说，他们只是好心。好心，根本就是一帮控制狂。别人自由恋爱，他非要过来插一脚。我妈什么身份？王娟客气了叫一声张姨，真把自己当根葱了。醒醒吧，我的表妹，安哥哥的终身大事儿，我妈只有凑份子的资格。看给你激动的，我听说。你跟姨妈的关系刚缓和一点，别又闹起来了。看她表现呗。这么多年，你还是一点都没变。还是这么年轻，霸气。行了，那我走了。不去我工作室看看啊？上次快闪你就没来。上次正好不在国内。今天有事儿，下次再去吧。啊，慢点开啊。好。刚和客户吃完饭，现在正在往回走呢。你呢？吃午饭了吗？我呀，当然吃了。你是在 BFC 吗？对呀，吃的就是你晋升的那家法国菜。喂。
喂，信号不好。林晨，你被绑架。吓死我了！可是我没有钱，你愿不愿意继承我的贷款呢？哎呦，美女，你很会套路嘛，我差点都信了。你怎么会在这儿？我刚从安盛酒店回来，正好看到你，想着就来陪陪你吧。这离安盛这么近，你就不怕同事们看到啊？那有什么办法呀？谁让我的女朋友是个大忙人，想要找机会陪陪你，就得求偶遇啊。哎，这什么时候开了一家婚纱店啊？这婚纱真的是太漂亮了，跟我梦想中的一样。哎，你知道吗？之前在招商部的时候啊，小磊就说他特别想结婚，一半是因为爱情，一半就是想穿上这绝美的婚纱。我当时还觉得人家荒唐呢，现在站在这个裙子旁边，觉得一点都不奇怪。对，我觉得你说的对，让安盛的员工看到我们在一起确实不太好。我打个电话，我先走了。宋小姐，尚总，好久不见。青青有没有跟你联系过？没有。我这个老同学呀，还是跟以前一样，一看见婚纱就想跑。读书的时候他就说过，他这辈子都不会结婚。不过你别在意，也许你是个特例。再见。最爱吃的羊排来喽！谢谢。趁热吃。嗯。吃啊！我今天可是超常发挥，味道好极了。昨天我碰到尚淳了。啊，是吗？在哪儿？婚纱店。哼，他一个人逛婚纱店啊？都聊什么了？都是些挑拨离间的话，不说也罢。你看看你，这话说一半啊，多难受啊！到底说什么了？他说，你上学的时候说过这辈子不会结婚的。不过那么小的时候说过的话，应该也不作数吧？那作数。你什么意思？我不想，也不会结婚。是不是想问一句为什么？当然。妈，我们吃吧。哎呀，这次就不是擦枪走火那么简单。我听说外面的野种都能打酱油了。妈，我饿了，我们吃吧。吃吃吃！你上辈子是饿死的。我凭什么离婚？劝我离婚？离了婚，你连存在的价值都没了。你凭什么把那个野种带回来？你有没有同情心啊？他妈妈病重了。同情心？他配吗？你配吗？你啊！我们已经有安安了呀，你为什么还？他怎么住啊？闭嘴！你就是不让我说，你也知道我的意思。人我一定会带回来的，你做好心理准备。你。妈，走开！
我一直记得那天我妈的眼神。我不明白，一个女人因为自己丈夫的出轨，而对自己的孩子做出那样的举动。日子一天一天过，痛苦变成了冷战。我们在家里除了我和保姆，基本上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。后来思维来了，气氛变得更加的诡异，孩子也是没少受气。再后来王简出生，我父母的关系得到了缓和，但是我妈对我却越来越疏离冷漠。直到她车祸去世，我们单独相处的时间好像还没有和家里的保姆多。放心，我没事儿，心里没有扭曲，依然充满着正能量，我仍然爱着他们。我只是没有信心去经营好一个家庭，我怕我担不起这个责任。我想确认一件事情，你是跟任何人都不会结婚吗？我们现在的状态挺好，有必要改变吗？那是你认为。我是一个从小受正统教育，自认为三观很正的女人。我不否认原生家庭会对一个人产生影响，但是由于自己父母的婚姻不幸，就得出自己婚姻也会不幸，这一假说毫无根据。苏沫，放心，我有我的原则，我不会逼男人结婚的。但是就现在的情况来看，我觉得我们应该冷静下来。其实你没必要这两年就结婚，也不一定要和我结婚，但是这辈子你到底要不要结婚这件事情，你一定要想清楚。你看你这话说得越来越离谱啊！什么叫不一定跟你结婚啊？这明明就是在赌气嘛。这不是赌气，如果我恋爱的目的是结婚而你不是，那我们两个人怎么可能一条道走到黑呢？还是你觉得咱们根本就走不到那儿？我的生日 party 不打算铺张浪费，在家举办一个小型的宴会就可以了。好的，到时候我把客人的名单列出来，请董事长亲自过目。这个工作你跟依婷一起完成。姐姐，如果我有做的什么不太到位的地方，你记得提醒我一下。好的。这点心不错，你也试试。一会儿吧，我手上还有工作。姨妈有你这个助理可真好，但是安哥哥哥就惨了，你忙他也忙，都没有人可以照顾他。听你这么说，你未来的老公一定很幸福，能省下一笔请阿姨的费用。恋人和阿姨可不一样，有人喜欢无微不至的关怀，有人追求精神层面的共鸣，这两者段位不一样，最好先搞清楚。那你把安哥哥搞清楚了吗？名单已经控制在150人以内了，但估计还是太多。新力集团的刘太就拿掉吧，他既不是张董的亲戚，跟安生的业务联系也不多。可是姨妈很看重他们家的小女儿，估计是给天灵留着的。天灵从来都不会按常理出牌，强扭的瓜不会甜的。那万一处着处着他就喜欢上了呢？毕竟天灵哥跟安哥哥可不一样，他又不排斥婚姻。
你知道安哥哥不打算结婚的事情啊？你知道还跟他谈恋爱？你真了不起。你都没跟他谈恋爱呢，还天天想着跟他在一起，你更了不起。你就不在乎别人怎么看你吗？我从来就不会在乎别人说什么。那你不在乎，你爸妈也不在乎。难道你爸妈不介意别人在你背后指手画脚？父母他们已经见过Ju'an了，对他还算满意吧？你们都见过父母了，进展还是挺快的哦。这不是我们家的茶吗？对呀，是上次婷婷来的时候带给我的，我想你习惯喝这个。他最近是不是老往你这儿跑呀？见你的次数比见我都多。怎么，你这个当妈的还吃醋了？不是吃醋，是担心。姐，你跟我说实话，他来找你是不是为了王Ju'an？怎么了？你不是还想撮合他们两个人吗？那都是什么时候的事了？当初王Ju'an说是打算一辈子不结婚的，你忘了？哎呀，他说这话你也相信？信不信的吧，反正我听说王Ju'an是有女朋友的人了。那婷婷她还倒追啊？什么女朋友啊？奥特王Ju'an单身了那么多年，偏偏在婷婷回来的当天就宣布自己有女朋友了。这话你也信？肯定是故意说给婷婷听的。这是他们小年轻啊闹脾气呢。其实我觉得吧，王Ju'an跟婷婷真的挺般配的。你想，早晚呢我都要退休的，这安盛集团不得交到自己人手上？这王Ju'an啊，能力是没得说，就是这性格老是跟我拧着干。如果跟咱们家婷婷结了婚，那就是一家人了，以后有什么事情婷婷还能帮我劝劝他呢。哎，你这是利用婷婷啊？对我们家有什么好处啊？什么叫利用婷婷啊？这么优秀的女婿，还有安盛给你做后盾，你倒嫌弃上？哎呀，公司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电话，去接一下啊！哎，你自己喝茶。好，来，一会儿就过来。喂，啊，怎么了？小姨。真的是你啊，天灵啊！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。是啊，哎呦，你瞧瞧，又年轻了。嘴，今天来是看看你妈呀。听说你最近和王家兄弟住在一起啊，还习惯吗？小姨，是来聊表妹跟王Ju'an的事儿的吧？你也知道了。那个王Ju'an，他，哎，小姨啊，咱们呢都算一家人。有件事儿，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。都说了是一家人了，说。你看啊，我妈呢，平时只了解王Ju'an的工作状态，但她的私生活，我妈一概不知啊。我经常跟他待在一起，所以很多事情啊，只有我知道。你知道什么呀？他身体不好。啊？我有一次都看到他病历卡了。你别吓我啊！这叫什么话？事关我表妹的终身幸福，还有我会长姨夫的一世英名，我这个事儿能骗你们？哎，说好了啊，这个事儿千万不能告诉我妈，她要知道了非揍死我不行。
能让全天下的人都知道安盛的总裁不行，你就高兴了？不用那么复杂，小姨知道就行。你小姨会相信你胡说八道？人家只是认为你啊，这脑子有问题。那正好，以后别来找我说媒。哎，我提醒你啊，不要安排我，我的事儿我自己做主。你以为谁愿意把女儿嫁给你啊？那简单，我到时候找个无父无母的孤儿。除非他是个瞎子。哎呦，你是不知道我现在粉丝有多少啊，他们都觉得我特别帅。宋天宁，我警告你啊，你不许搞那些乱七八糟的网恋，听见没有？你听见了没有？你还知道网恋呢？您也知道现在是互联网时代啊，那就别搞包办婚姻那一套了。妈，你说你看上去挺年轻漂亮的，怎么思想像老古董一样啊？滚！那我滚了啊。哦，对了，最近我在认真搞事业，你不要动不动叫我回家吃饭。哎，走走走！谁叫你了？轻声的，轻声的。这是董事长生日会的邀请函，他让你选一下。坐。谢谢姐姐亲自送来。不客气，这是我的工作。我好羡慕你的工作呀，在安盛上班，天天和安哥哥见面。我到安盛是来工作的，不是假公济私。再说了，我是董事长助理，跟王总的交集很少。在工作上不假公济私当然好，但是你平时做事情能不能光明磊落一点呢？什么意思啊？我虽然喜欢安哥哥，但是从来没有把你当成敌人，只是单纯的想要公平竞争。但你这一次做的事情太不光彩了，你让天灵哥去跟我妈说那种话。天灵说什么了？你不用跟我装，我不想利用先天优势，但是你却用了旁门左道，你真的让我很失望。不过你知道你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吗？我妈原本不同意我跟安哥哥好，全世界的母亲都觉得自己的女儿是最好的，她认为那些不主动追求我的男人都没有眼光，所以当初她是看不上王娟的。但是现在天灵这么一闹，她反而改变主意了。别人越是不想让她得到，她越是想要抢。她现在不仅支持我跟安哥哥在一起，她还给我准备了一份非常丰厚的嫁妆。你没告诉你妈，你的这位安哥哥不打算结婚吗？一个男人想不想要结婚，最终是要看和谁结婚。男人嘛，年轻的时候都爱玩，总是会说这样的话，以后会好的。反正我还年轻，我能等啊。你呢？等得起吗？这么自信，一定能等到啊。以安哥哥的性格，钱可能没有什么吸引力，但是年轻嘛，稳赢的。私人话题就到此为止吧，我们还是聊一聊董事长的生日宴，各自做好各自的工作。好，听你的。服务员，
这么短的时间做出了三种样式，姐姐又熬夜了吧？熬夜会让人变老的，安哥看了会不喜欢。再有深度的男人都不会喜欢一个黄脸婆。这个世界对女人是很残酷的，婚姻和事业你不能兼顾，只能选择一样。这二者能不能兼顾是我自己的事儿，你要是还没吃撑就抓紧看看邀请函，赶紧做个决定。你要是吃撑了就出去透透气儿，免得反胃口臭。我就是开个玩笑，随便聊几句。姐姐怎么还生气了呢？其实我很理解陈依婷的自负与骄傲，不会允许她在这场战争中轻易认输。就这个吧，姨妈会喜欢的。而她也不会明白，从逆境中走出的人，一旦困难没有将他们打倒，便只能使他们强大。我不会让你在安哥哥身边停留太久，很快你就会知道你所有的努力都只是徒劳。这城市里进退，寻找自己的座位，多少人也一样如梦如醉，尝过崩溃的滋味，心才强大无畏，直到不畏和疲惫都被我摧毁。深夜我们无路可回，时间就像掌心的水，留不住它余味，不停在这城市里进退，寻找属于的座位，多少人也一样如梦如醉，尝过崩溃强大无畏，直到不安和疲惫都被我摧毁，尝崩溃的滋味，心才会无畏，直到不安和疲惫都能被我摧毁，不想躲在暗室里荒废，脆弱的被击退，希望的机会，孤注一掷。